大家早安，早上六点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库航的登机门。不晓得您昨天几点才入睡？两点哦，三点起床。耶、我大概是一点，以为我在睡午觉呢。这是我们要出发去东京，因为我们要去过生日。大家都以为八月中只有我生日吧？我们两个的生日才差了三天，孽缘。我们非常临时的买机票去东京，来回机票居然花了10000多块哦，而且还是联航，建议大家机票一定要早点买。咻的一声，3个小时，我们抵达了东京。睡了一觉还是没有比较好。回光返照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除了排了迪士尼，其他什么都没排哦。是不是想要我这次的行程哦？不是，我不给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先出境，看怎么办再说啦。我就不懂为什么情侣喜欢这样走路，每一对情侣都不准给我这样走路。他们到了日本出机场的第一步就是混乱的开始。因为日本的地铁太难了，我们连钱都还没换。在日本换钱，你要先填个单子。我要写到电话了啦，你不要拍。不然我不要拍，我现在要念的。09，现在日币10000块台币换28900。我们家小朋友在我换钱的同时，他就已经去买好车票。哎呀，你这个小朋友怎么就这么钉钉啊？因为又是我猪队友，又是神队友。1000块日币坐巴士，直接坐到饭店木张站。我们现在在等12点半的车，现在才在等一下要去哪。大家会觉得我们很荒谬吗？东京就是这样，轻松自在嘛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上车了，上车了。这个巴士直接送你到 APA 饭店门口。今天没有我，你怎么办？你太帅了吧！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这几天住的 APA Hotel 东京木张店，这一间是 APA 的旗舰店，超级大间。从饭店搭过来是45分钟，2点才能 check in。先逛一下 Lawson， 日本 Lawson 太重要了，免打破，要不要准备一打？疲劳的我都觉得需要买。买个。各种去疲劳的，我们这一趟到底是在干嘛？我们也没有为了要业配哦，也没有要干嘛哦，是来过生日哦，把自己累爆。我们来日本第一餐是吃台湾的饭，这个蛋怎么长这样子？乒乓球哦，我们今天是很过嗨啊，崩溃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我在喝酒的时候有 Red Bull 在桌上，稍微沾点沾点，就是可以喝超久的。难怪俊伟每次都买 Red Bull， 他很贱呢。经由我几次的分析下来，经验谈，酒前喝 Red Bull 推推，是你在喝酒的过程中。然后随时的补充，你是不是其实超多那种小动作，你还会沾蜂蜜，以为好像很会喝，但是私底下小动作一堆，大家都不要用了，你跟我对喝也不要。Sorry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吗？为了明天做打算，到底会有多热？现在东京跟台湾一样热，我们要买这种护凉的啊，负3度湿纸巾，不买喷的吗？资生堂的5度，瞬间酷、哦，一喷就变超酷，一喷。Lawson 跟全家的炸鸡一定要买，小粉红说鸡皮超好吃。第一站就先带大家来逛 Lawson， 喜欢吗？这个东西真的超烦。小粉红每一次来日本，到每一间 Lawson， 他都在找这个东西。我跟各位说啦，超难吃的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超喜欢。我之前喜欢吃甜甜咸咸的东西。懂屁呀、啊！不推，就来看看我们会在 Lawson 花多少钱。我们这一趟只换了10000块的台币，两个人哦，在 Lawson 花了快要800块台币哦。我们买完 Lawson 之后傻爆眼 ，check in 柜台居然排满了人。据说他们这个超难用，被弄很久，所以我也很害怕。这样不会，因为以我们的智慧来讲，其实来讲，他刚刚虽然说2点才能 check in， 但是1点40分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些就是自助 check in 的柜台，紧张啊，紧张，怕会弄很久。你答案就不要排到 check in， 让大家自己很紧张。哦哟，繁体。中文是不是？首先先扫描护照，第二步骤要输入在台湾的地址。啊、这个住址是要写英文哦。啊，通常这我们就是随便写。写完地址之后，签名，你的住房资讯就印出来啦，早餐券也一起印出来。其实很简单，是在讲，因为它的萤幕会有繁体中文，然后又有人在前面帮你弄，不用5分钟就结束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不用怕。住在这间是因为离迪士尼非常近啊，迪士尼里面我们又住不起，我们穷的有志气。我已经可以想象，等一下进房间多小，日本的房间。就是行李箱都打不开，我们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反正就会像鸟屎一般大。哇，没错，就是我想象的 APA 行李箱完全打不开的大小。你以为这样很便宜吗？2860台币，就这么点大小哦。来拍厕所吓吓你们，有小浴缸哎，那么可爱哦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里面尿稍微超重的。日本的厕所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沙拉加王子面超赞，推荐给所有台湾的便利商店们。我刚刚吓到，我想说怎么没有枕头？怎么那么扁？这是 baby 睡的吧？那他怎么按键按会冲起来？这是我碰过史上饭店最扁的。枕头，连枕头我睡不着。下午
4点，为各位报告东京的气温，8月中33度，从饭店走到地铁大概要10分钟。这是怎样？这是outlet吗？真的是一个outlet哎！哎呀，原来木葬站旁边就是一个outlet啊！那我先逛一波了啦。没有计划的行程就是这么的充满惊奇。龅牙扭蛋扭一波，如果扭到龙源跟乌龟，我都会生气。我要熊猫，你先打开，你不要看乌龟。傻眼，龅牙乌龟，谢喽，蛮好逛的其实。担心我们就会只有这个心。一阵突然赶路，6点的餐厅哦。赶路的途中买了一瓶苹果汽水，但又称不上苹果西打。苹果西打不能亡啊，不然我热炒喝什么啊？有啊，东京特急线，从那边搭到东京要1150块日币，台币300块，来回700-800块。日本交通实在是不便宜。刚刚是什么线啊？现在转什么线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对这边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要转地下铁，真的很。南美，但日本很棒，它的标识都很清楚。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抵达新宿。你也不要问我怎么到的，这样懵懵懂懂的，你会找到一条出路，像人生的道理一样。东京的地铁就像你的人生，跌跌撞撞，摇摇晃晃，不敢动。对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开口问就对了。从出台站出来之后，往 Opera City 的方向走，然后再到一的这个电梯，打到53楼，是旭旭院。我没有打电话定位哦。我会哭哎、欸。夜景第一排有没有看到？要哭了。没事，这旭旭院怎么了吗？要哭了，是太累了吧？现在人。部分是大声，干嘛？他粉红生日快乐。很多家分店，你要找出台站的这一家分店，夜景是最漂亮的。一份肉大概都是台币快1000块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它肉的分量，那我们就先随便点。自己吃的很容易分心。他刚跟我讲话讲一讲，讲到一半，然后说好漂亮。建议大家要大概2个礼拜前订，才订得到第一排。刚刚我们赶不上的时候，他说不然就后天再吃就好了。他讲的非常的 easy easy， 因为你说不是生日大才是生日餐，想说分给还好。反正你不要宠坏人，没有五花，好好烤，好好顾，拜托。这种也是蛮紧张的，烤坏的会对自己很生气。我觉得它腌得很好，牛舌牛舌，要哭哭出来。外面好漂亮，还有点了一碗螃蟹粥，超爆小碗哦，好吃。一碗300块，你再不好吃，我也是。就这么大一个大小，好吃也是应该的吧？可以吗？这家可以吗？可以推吗？我推你，推。肉是好吃的，但你要说到超好吃，也没有，也没有大腕那么厉害。我很爱大腕哎、欸，我很爱大腕啊！大家赶紧找我们业配，他真的不需要我们。我觉得配上这个夜景可以，配上你更可以。推推。满车塞满刚从迪士尼要回家的人们，但我们刚在讨论日本人已经很香了。以这个密度来说，台湾的捷运臭爆。晚上11点半，成功的回到饭店。你记得昨天晚上忘记跟大家说晚安了吗？大家早安，早上7点吃早餐啦，超级多的花椰菜、鱼肉、水波蛋，一锅炊饭，酱菜们肯定是要有味噌汤的，是让你自己做茶泡饭。我们都在观察当地人怎么做茶泡饭，完成有一锅手做豆腐让你自己挖，我从小就想要挖倒灰，自己做一碗冷面，最后拿一颗温泉蛋，好日本，好日本。小粉红早安，这是你29岁的第一餐，可以，这家早餐不错，很好吃。从饭店木葬来到迪士尼武滨310块日币。现在到迪士尼已经是早上8点10分，因为早上他一直赖床乱讲。你知道我们昨天睡几个小时吗？4个小时。那你知道我们前一天睡几个小时吗？2个小时。赖床不能怪我吧？那我们一大早就去喝了 Red Bull。 到武滨车站之后，你还要再小小的搭一段，又要260。日本搭车真的好贵，米奇车厢来接你了。这也是你安排的吗？没错，早上8点20直接被这个人潮吓疯。